是渣眼女，渣眼女，渣眼女，渣，你还可以教我们大家怎么渣？这是我学的，厉害耶！不会，日本网就说你要这样子。哦吼！他久了久就会。小佩波好，我也要回去练。一二三。怎么那么丑？大家早安啦，我是杜小晴。今天呢是中华职棒明星赛的第一天，现在是早上8点钟，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准备出发到台中洲际棒球场了。哇，现在真的超级兴奋，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五队啦啦队集结的时候，最像法相区就要呈现给大家了。好，不多说，等一下就直接出发啦，走。有，你有睡好吗？我没有，我一直醒来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啊，练应援，脑袋都是那个啊，林子豪。走走，等一下就要排练开场了 ，Go！ 我跟他们说，现在才早上8点多，然后外面就已经一堆人了。我天哪 ！Hello， 早安。我们要准备练舞了啊！都会，都会没有在防晒 ，My God， 我们要晒黑了，啊、不行、啊、不行，从白雪公主要变黑雪公主了，怎么办？啊，太阳这么多，我们只有一颗太阳了。我的，我的，大家包得紧紧的，就是怕太阳晒。今天太阳真的太大了啦。亮到我不知道谁是谁了，所以是啊，多惠，这是多惠，啊，多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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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我不是多惠，你是惠多，我是多惠妈妈。好，多惠妈妈好漂亮啊，谢谢，谢谢。我们刚刚排练完了，现在在休息室，然后把刘海、头发全部都弄上去，真的太热了，热到我觉得等一下要重新补妆，重新弄头发。耶，我们的多惠。都会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台湾的明星赛，韩国你有参加过吗？韩国你没有？没有啊，那韩国没有明星赛吗？啊，有，但是我成绩不好。Oh my god， 你的中文也太好了吧？啊，中文。他有讲说他在韩国有一直在练习中文，哎，很感动哎，因为都会来到台湾其实没有很长时间，但是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中文整个进步，好想哭哦，好厉害哦。那你今天会紧张吗？因为记一对啊，一点进展哦、oh. 但是在球场不紧张啊，上场就不紧张了啦。那你今天兴奋吗？因为你也在韩国没有参加过啊，在台湾第一次参加，有没有最想见到的人？其他队的啊，我还不知道，我只有热天女孩，热天女孩，对，有没有哪一首应援曲？最难记，
对吗？对，但是他记起来了啊。啊，但是静音呢？好，静音。我你花了多长时间在练习？哦，我昨天晚上。才昨天练习而已。昨天晚上，好厉害哦！我们刚刚在练习的时候，其实都会记得蛮清楚，而且他一有空闲就赶快记。哎，这就是他敬业的表现，很棒！期待您上场表现，加油！加油！明星参与，耶！现在大家正在抓空闲，就赶快练了。我们的香，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明星赛，是那这次应该比较不紧张。我没看，我完全没在练呢。这个可能会被骂，早就练好了啦，早就练好了啦。就是这次比较没那么焦虑，对对。而且其实明星赛的氛围就是欢乐，欢乐的感觉。可能不是你们本队的球迷，可是他很喜欢你，看你跳他别队的，对，然后跳错马上跟上，也觉得很可爱。对对对，其实跳错没关系，马上跟上就好。对，那我要故意跳错，我跳错都是故意的哦。知道了吗？哎，不会，我跳错是故意，我想要给大家很夸张感。等一下呢，女孩们就要去上班了。这次很特别，仿照韩国艺人的上班了。这次中职联盟也有咯，而穿搭就是我昨天的工作服啊，是吗？所以他根本没准备。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穿我昨天的那个工作。对，平常现在穿搭就蛮不错的啊，人美随便穿都美。我等一下要这样可以吗？可以，非常可以。哎，你根本可以素颜哎。对。对啊，那我超时尚。你干嘛化妆？干嘛化妆？你干嘛化妆？到底是在化什么？画一个心酸，对啊，这样子艺人吗？你要露脸，嗯，我们都练好了，不会练好了，不会跳错都是故意的，对，跳错都是故意的，记得好棒哦，像卖菜的 ，Hello，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今天的 OOTD 吗？我今天就是一个绿绿风，绿绿风，对，绿绿的，而且不是头上绿绿的，是，然后今天露天还蛮多绿绿风的，哦，有哎，那边有两个绿绿的，我也很可爱，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对。QQ 绿绿的，哎，又一个绿绿的。你今天来上班，哎，你是要去露营？对啊。请问露营穿裙子什么意思啊？帅啊！穿绿绿的。哎，对啊，绿绿的。你说脸吗？脸绿绿的。头上也绿绿的哎。你们来拍照。哈哈哈哈哈。当黑的 OOTD 漂亮的女学生。我是学校里都黑，我是20岁。你骗人，哈哈。你20岁吧？我是学生，我18岁。可以嘞，打他。哦，你，你，我会打他。不行，不行。18岁。48岁。18岁。48。打他！他被真打，哎，他被真打，可以，很棒，上班上班，对，拜拜。我只看我要去运动了。上班，对对对，可爱可爱可爱。我10年前还有参加过，哇，这会不会暴露年纪啊？是老妹的意思吗？老妹。
觉得兴奋吗？蛮兴奋，就不紧张。那他在变一员，哎、哎、欸，依依她自己也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女孩，我觉得可以，希望我 OK。哎、欸，她要进场了，好早哦。好屌哦，你的眼睛，哎、眼睛、欸、你是渣女是不是？渣女，渣眼女，渣眼女。渣，你要可以教我们大家怎么渣。这是我学的。厉害哎、欸！不会，日本皇帝说你要这样子。哦吼！他久了久了就会。小佩波好，我也要回去练。一二三。怎么这么早？一打，一打，来大家说下雨就下雨，刚不在大晴天吗？连台中的天气都这么多变化，哎、怎么有种越来越大的趋势？林香，林香的眼神非常的迷蒙。他现在在练习如何看正面，又可以看到旁边的人，不会被发现他在瞄哦。有啊，戴墨镜就可以偷看了。我可以这样吗？没有，你戴墨镜也要这样。好棒哦，那你第一天戴很幸运。对啊，我等下就可以戴了。左边飘，然后其实在看旁边。对，哎、欸，好厉害哦，超级无灵魂的。谁最短是香槟？哪那么厉害？朱香槟，好好笑哦。我们要抓到精髓，有抓到吧？你真的是边吃边练，这样平淡的练法，应该是像吃记忆吐司一样给它吃进去，所以动作就记进去。今天吃完之后，明天就不哦，就失效了。可以可以，我跟你们分享，这是外面的雨势。Oh my god！全台的雨，好了就不全台，因为现在其他地区都没有下。我们把全台湾所有的雨都集中在这里，所以你会看到瀑布般的雨势，就是因为他把全部的雨全部都在台中洲际棒球想要办那个明星赛两选季。大家要带一下笔记。谁说我没带来？我准备好了。欢迎我们安娜以及姊妹。第几次参加？我第一次来，第三次。哇，好多人都第三次哦。学姐、欸，真的是大学姐，大学姐，老屁股了，好屁股。那你今年应该就是老神在在啊，完全不紧张。也没有，还是很紧张、哦啊。对，尤其是开场的，开场不太紧张。为什么？还好。为什么是开场我在紧张？开场很盛大啊。哦，是因为盛大。大家一起，然后要跳这个队。会啦，你们都表现得蛮好的。而且我真的演过，因为我后面的人喊我名字说。然后我就放枪，还被拍到了。真的假的？对啊，安娜呢？期待性蛮高的啊，对，都是很兴奋啦。还在下大雨，而且甚至已经变成瀑布了。你看，哇，我很眼袋了。什么？不是吧？我真的生气了。怎么这么可爱的生气啊？悲剧，甚至还没有上场。对，我们全部都整理好，也准备好了，就是要期待上场。我们上班录一下，然后就下班了。下班录。哎呦，希望明天可以打成啦，真的。可是看明天的天气是50%的雨量哦，也是差不多。拜托我们大家一起祈祷一下，希望明天可以顺利达成，好不好？好的，明天见。明天见。我们回到饭店了。真的。你是吗？我觉得我今年是，因为我今年好像在外地都会下雨，香港两次，然后一次日本，所以你也是雨神代表之一。今年外地的雨神代表啦，可惜我们已经确定延赛，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饭店，所以，唉，只能明天见了，各位。明天见。对，我们要去吃饭了，饿死了，我们都还没吃。吃饭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拜拜，拜拜。